我就瞅了，我就瞅了，你拿来，我就不能，拿来，就不能，拿来啊！怎么了？我出去不用吃饭，我吃个面都又是磨了哈。不用吃。玉宁啊，走啊，快哈，就等俺了。嗯。你先下去，我拿过来。快快走。你先下去。快拿走吧你，就等俺了。什么烟啊？你给我买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过这个烟呢？啊啊！回来，拿来给我看什么烟？拿来！烦死了你！就你你啊！哪里这个烟呢？我咱家买的。啊？哪里这个烟呢？咱家买的。拿来！花子吗？啊啊！别瞅花子，哥，给我拿来！你还配瞅花子？啊！我你还配瞅花子？配了，就我怎么、哦、还自己三千买啊？怎么了？还自己三千买啊？哎，你是一天过来咋不惹我？你心里边很痒了，搁怕去的呀？你怎么的天天啊？你俩什么条件？你瞅花子？你天天什么情况啊？就你这么乐天闹，俺就没有让没有理你。你这乐天就惹我生气的哈！你这不是不是。我也惹你哈！我天天怎么的，什么事情都惹你生气呢？我怎么又惹你生气了？怎么了？我没把花子怎么的了？我不能撑着面子啊！我都不能出去男朋友撑着面子，我不是天天抽，怎么了？你还撑面子？对，你还要面子吗？啊，你还要脸吗？过去哈！你还要脸吗？怎么不要脸了？啊！哎，什么家里的丑花子？我就丑了，我就丑了，你能拿来？我就不能拿来，就不能。拿来啊！怎么了？我出去跟朋友吃个饭，我扯个面子又是磨了哈。不用扯面子，我不是那你看我在家扯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不是有事我才拿出来吗？啊、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还拿扯面子，拿来，给我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？给我，花子给我。你要扯花子啊？从今以后的嘞，嗯，花子你家味儿都闻不着。家味儿都闻不着，就你这样人哈，真的，我真是服了都，知道不？就你这样的，哎，你是一天不着打，心痒死了，你心啪去了，你那天非要整件事出来的，你是那天挨打的哈？是你天天，你知道不？哎，我这冷天闹，哎，怎么就能惹你生气呢？你是那天那天挨打的哈？我不知道怎么你都能惹你生气呢？哎，你现在干什么都不是，看你都不顺眼，我看你顺眼，就不是就不是干点正事，蹦比我还高。你蹦比我还高，就你这样人，对不对？真的不可理喻。这个花子的嘞，我先给你没收了，等到过年才能拿出来吃。你呢？过年这个烟都没了，没了，没拿料，没拿料，你不配吃，就没拿料也不够吃。对，你呢只配吃红塔山，以后呢你就是红塔山档次啊！你还吃花子，你往你长个花子呀！滚，走好了，走。一天不惹事，你心痒死，痒死！一个人，我走，天天净事儿，你不是那天事儿了。你我跟你带你骚货十年的，冷天找我生，惹我生气。